在我身上的哺乳套装一样是哺乳的，然后你们看一下它的材质，它有点就是针织的那种材质。对啊，像那种针织棉的材质，这样看到吗？针织棉的材质，一样是哺乳设计。然后它这个就没有分尺寸，然后分两个颜色，我身上是深灰，然后还有一个黑色。只有 one size， 看起来也是55公斤以下穿好看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它这个穿起来蛮显瘦的。就是怕那个板子，就是它的板子没有到很大、哦、所以瑞米穿起来已经算是合身的，还不到贴算合身。但是如果我觉得超过55公斤，穿起来就会比较不好看啦、啊，就是会太紧，会比较合啦，然、哦、后比较合，会比较合身，可以穿那比较合身，因为它也很有弹性。对，那可以看一下裤管吗？裤管有弹性。哦、是有弹性的，这样穿起来就是会比较合身，其实好像也没有不好看。没有口袋，哈、哦，没有口袋，可以哺乳，哈、哦，是针织棉，哈、哦，是针织棉。这个叫 B4044， 哈、哦、，B4044 一整套980，哈，一整套980。好，这个是瑞米身上是深灰色，然后还有黑色。好，然后这个是黑色，好、哦，是黑色。瑞米这件上衣哈、哦，它胸宽平放在104啊，哦，肚围平放大概是100公分左右，就是直筒的，哈、哦，就属于直筒的。所以如果你胸宽100穿起来都好看的话，你就是选这一套很 OK， 这样没问题。这就整个产后哦，所以其实盖下来它看不出来是。看不出来是那个哺乳衣，或是瑜伽衣。